性成阳者果然名不虚传，竟然还能保持清醒。小夏，小夏，帮我，帮我！你要干嘛？小夏，我是战军呐！哎，喂，你要干嘛？哎哎，小夏，小夏！九天飞星的速度，老东西，以为你能保持这个姿势很久吗？咦，你猜，真无聊。40年来，虽然我没法活动，反而明白人生的真谛，在静，安静是需要，满足是最大层次的快乐。是大欢喜，你还是赶紧离开我的小女儿，我们到你的小屋子里吧。你给我闭嘴！40年前你就该死。九哥怎么办？把这个公主封印缺陷就是用时太长，只要一打断就没有用了。看我的！九哥，我可撑不住了。他也快撑不住了。九哥。这是你的女儿，没办法，即便她伤我身，我一样会跟她同归于尽的。你真狠，九哥，这男人汉子 ，man， 起来，赶紧打他！九哥，我不行了，赶紧的。电流太大了，不要碰。